哦，我要迟到了，只能赶快喷一下。糟糕，我碗好多！我的天哪，啊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可以帮我捡包包好吗？我迟到了，拜。可，啊，看来我得自己来了。只要再伸长一点点，啊，啊，好累，什么日子啊？该来睡个好觉。糟糕，他的皮包，他需要协助。啊啊！只是在做梦。等等，啥？什么事？怎么了？哦，你怀孕了。哦，哦 ，Betty， 我好饿。耶，食物。哦，这样可不行。不行，我也需要这盘。这还差不多。可是我的食，这里肯定有什么可以给我吃的。没有。哦，哇哦，芥末、腌菜、鱼，这些食物哪儿来的？哦，番茄酱会让这个变好好吃。我的视线移不开。耶，加些奶油最适合了。哦，这看起来不妙。然后再点缀草莓。嗯，我渴望的就是这个。我爱装饰树。哦，星星，今年你来？不，你来好了。糟糕，她在哭哎，她现在怀孕超敏感的。来吧，应该你放星星。啊，谢谢你。看起来好美，做得好哦。Billy， 别。啊，对不起，继续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怎么啦？我只是要切小黄瓜切片哎。你情感乱分配啊！我只拿走这一个啦。可怜的切片小黄瓜，永远也不会完整了。看看呢，它在哪 ？Daddy， 我在这边。哦，我想你，宝宝肚。Betty 姨来照顾你了。看看哦，这间在哪？我的地理课在214教室，可是这是321，我迷路了。哦，也许他们可以帮忙。你可以跟我说214教室哦。嘿，宝宝兔，你看你多可爱。每个人都一直要摸我的肚子。我永远找不到教室了，该来宠一下了。温暖又放松，真是不错。哦，刮胡刀。我真的需要刮腿毛吗？最好是要。好了，腿上来吧。怀孕的时候什么都难，只要碰得到除毛膏，到手需要很多，因为我腿毛蛮多的。碰不到脚踝，啊，也只能这样。我得要尽量伸长。哇，好，这样似乎有用，算吧。哇，这真是费工，至少做好了，只要再站起来就好了。好，拖鞋该来换鞋子。鞋拔真是怀孕人士的天才发明。穿上鞋，哟，看得到毛毛脚踝。没关系，我用袜子盖起来，完美，准备好出门了。这束花可以放这里，嗯，味道真香。
件衣服可不香。哦，抱歉啊 ，Betty。没事，我把这些脏衣服收一收。哦嘿，玫瑰，我敢赌一定很香。哦，这也太臭，我要吐了。我需要这个脸盆。我的洗衣盆，恶心哎！哦，洗衣精，让我闻一闻。嗯，这闻起来比恶心的玫瑰好多了。你的孕妇鼻真的有点荒谬哎！看来我得另外找时间洗衣服了。好香，好清新。梳100下会让头发超闪亮。啊！不要，不可能！看看这简讯。哦 ，Betty， 别伤心。他为什么想跟我分手？我们很登对啊！啊，糟糕，我得去洗手间。他连电话都不能打，非得用简讯分手，这样很伤心。但 Betty， 给我一下下。我也好气他。没错 ，Betty， 好好宣泄吧。他还星期六跟我分，谁会这样啦？Betty， 我得嘘嘘，马上回来。为何每个人都离开我？哦，可怜的 Betty， 好伤心的样子。不，我又得嘘。够了 ，Betty， 跟我去厕所。你站这边继续讲。没错 ，Betty， 他这样很糟。哦 ，Betty， 啊，这样好多了。什么？什么好多了？怎么可以这样讲？我是说你值得好得多的人。说的对。对，他难过好一阵子。哦，我在回你电话。哦，我肚子好大，这肯定不容易。也许坐沙发拿得到。我就是拿不太到。也许我要两手一起来。哦，这超讨人厌的。啊，我的手指启发新点子。我会再来的耳机。没错，我现在有抓抓爪。我现在只要把它捡起来。耶，拿到了，就是会逮住你吧，耳机。等等，太阳怎么啦？嗯，这蛮好吃的。哦，那家伙跟我挥手哎。他想坐过来。嗯，好啊。他蛮可爱的。哦，我猜他会先开口。啊，这是个蛮长的故事。哇，怀孕让我好爱困哦。我偷休息一下。我醒着，全都没事。你脸上有点东西。好哎，我来放进嘴巴。稍等我一下，我得嘘嘘。哦，我是陷入了什么陷阱吗？门票，谢谢。没票的不能进去。下一位。Hello， 小姐。啊，对，票在这里。好的，可以进去了。下一位。这好棒啊，而且椅子很舒服，今晚肯定很开心。哇哦，怀孕瞌睡虫又偷摸上来了，我眼睛眯一下就好。然后我跟他说，他这样并非事实。嗨，好高兴见到你们耶！我们可以坐这边吗？好吧，我坐地上。Betty， 你有看最新一集吗？哦，对不起，大肚婆需要点空间。你们谁可以坐别的地方吗？好，我可以吧。嘿，欢迎到地板来。我还是不舒服。你有可能也移一下吗？是说应该吧。啊，好多了。嘿，你可以移过去一点吗？我才看得到。好，电影开始吧。我今晚没预计要这样过。
我好爱电影配爆米花。我醒了，拜托拜托拜托！耶、yeah, ，我没怀孕，真是松口气。你会想怀孕24小时吗？请留言跟我们说，也别忘了跟朋友分享这段影片，并订阅 One Two Three Go 的频道，有更多这样的精彩影片。